来看今仔日台湾大学有一场人才博览会哦，计共有336间公司提供至少25,000个块。天气寒，搁落雨，提雨伞来找单位找资讯，淡薄麻烦。也毋过，台大校园人才博览会今年创纪录，336间企业、454个单位提供上少25,000个工课，爱把握机会。没有固定要做什么，对，想说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种可以尝试的领域。现在只是想看一下，最近几年的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而已。找头路的网站调查显示，有95.1%的新鲜人是表示想要先去找头路，其中准硕博士的研究所毕业学生98.1%，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是94%，就业意愿五年新高，对企业公司来讲是好消息。科技业啦、餐饮旅业啦、以及金融业都是比较热门的这个求职行业，那相较之下，有98%的一个企业表示有这个意愿呢，聘用的今年的这个应届毕业生。台大校长陈文忠致辞的时阵，嘛对来人才的公司来强调，即马大学是真看重跨领域能力的培养，希望企业伫咧看履历表的时阵，加看跨领域的能力，甲即个人的性格甲特质。不要太一定只看他的专业，应该要再看这个人他懂了多少，他跨领域的知懂多少，他的人格特质，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陈文忠讲，兴趣甲未来生涯的培养对学生来讲真重要。另外，学生其实嘛真在意企业的品牌，伊嘛对学生讲，若是找到头路，上少爱做一年，才会知影公司的优点甲缺点，安怎甲同事来互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